头顶白白，围着黑色围巾。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八哥，旁边的黑领两鸟。在社子岛湿地，很常看到黑领两鸟旁边也有八哥，他们都是两鸟科的哦。来考考大家，刚刚画面中共有几只两鸟呢？没错，总共六只。喜欢群聚的黑领两鸟原本来自中南半岛华南地区，是外来种。适应力很强的黑领两鸟会不会威胁到台湾原生种鸟类的生存呢？值得我们仔细来观察和了解哦。